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全，我是美、咱是不是好久没有吃炸鸡了？对，最近肯德基、麦当劳也没搞什么幺蛾子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炸鸡啊？有啊，什么韩式炸鸡，还有一些民间的炸鸡嘛。有没有咱们 Chinese 的炸鸡啊？有啊，有什么？潘师傅还是潘老板的炸鸡嘛？哎，那个好像挺好吃的。对，民间传统手艺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也搞个100块钱来试试看，好吧？走走。好的，我们已经买完了啊，一共花掉是99.1啊，看起来还是挺多的，但是新鲜出炉，很热，很热，嗯 ，so hot， 对，脱一个衣服，我要不搞个盘子装一装吧，好，这样看起来挺难受的，好 ，OK 了，就是这么多啊，嗯，你要说多嘛，也能吃完，你要说少嘛，也不少，你要100块钱肯德基肯定没这么多，是的，肯德基那10块钱一块儿，对。这是老板娘送的这个可乐啊，对，老板娘人美心善送可乐，对哦，还有冰块，舒服了家人们，搞一个 S 波罗，你 S 波罗 ，I 波是吧？好嘞，好，祝各位家人们啊，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，嗯，干杯，哎，好长时间没吃的都配合不默契了是吧？完全是，然后我们买的时候问了一下老板啊，嗯，确实有两个牌子。潘老板和潘师傅都有，都有。我们这个是潘老板，嗯、对，潘老板呢在我们这个地区多一点。潘师傅呢？潘师傅呢在泰州那种地区会多一点。泰州啊，对，苏北啊，反正都是江苏的，啊、对对对，嗯试一下吧，好吧，试一下，好。从这个大鸡架开始吧，从鸡架或者鸡翅开始，因为我们这锅是新出炉的，哦，趁热吃。好的好的，来吧。哇。我吃了点那个渣子，还有点那个猪油渣那味儿。对，它这个皮好脆啊，它那个胡椒粉撒的也特别的均匀。嗯、老板娘手艺好啊、你他妈别惦记老板娘了好不好？对，哎，老板娘人美心善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觉得它这个脆皮绝对比肯德基、麦当劳那个脆皮好的多得多。哇！但是这家店啊，嗯，开在健身房的上面。我们刚刚买炸鸡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，万一碰到健身教练有点尴尬。你说我是送他好呢，还是不送他好呢？啊没事，我们现在不是脱离了教练的束缚了吗？哦，对吧？你脱离了，我没脱离，嗯，我是脱臼。他这个炸鸡就是纯炸，特别的干，对吧？是有点干干的，对，嗯，干干的感觉，嗯，不会油油的，也不会腻，费牙是吧？这咬起来挺累的，有点，对对对。鸡架嘛，毕竟这个肉稍微柴一点，对吧？嗯，我们来试一下其他的，哎，好像还有酱，哦、酱忘了吃了。哦。爽不爽？嗯，爽爽。嗯，它这个还就真得蘸酱吃。它这个蜂蜜剂嘛，我觉得真的确实是对炸鸡这一块万能酱。嗯，是吧？嗯。不过这个吃起来就感觉有那种肥宅吃越吃越胖那种感觉，就那种。吃都吃炸鸡了，就不聊这个了。好好好。鸡腿肉，嗯，汁水就稍微多一点，因为它里面肉厚、哦，能包裹这个肉汁是吧？嗯我吃个鸡翅啊，嗯，哇，哦，好吃啊！啊，你这是刚出来还是怎么样？嗯、吃成这副死样，我好久没吃炸鸡了。听上去还怪可怜的。吃着才知道，肯德基就是个嘚儿，嘚儿，嗯，是个小鸡翅啊，大鸡翅，它鸡翅还算挺大的，对，对吧？教练说要多补充蛋白质，那这不补的吗？嗯，现在是要增肌是吧？增肌嘛，增肌嘛，增加肌肉摄入量是吧？嗯，再吃个鸡腿吧。你还没吃到鸡腿，这全是我的。啊，好吧。什么？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我他妈还连教宝宝，我真的硬了，我已经硬了，我拳头已经硬了。哦，这甜辣酱，嗯，你吃，我不，哦，
因为肯德基啊，嗯，它是按照工序来炸的，哦，对吧？嗯，这个呢是按照师傅心情来炸，这样的？是不是吧？啊，可以。那如果肯德基的师傅今天心情不好怎么办？受庆嘛，受庆啊，没有，这是受庆了啊。哦，这样吧，嗯，可以可以。孩子多吃点，吃完这顿，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哼，多吃点。我真的是第一次吃炸鸡吃到饱。哇，薯片啊，更像猪油渣，更像猪油渣，可能是用猪油炸的。哦，有可能，你破解了它的秘方。神之舌啊，神之舌，好吃，挺好吃的，真他妈吃起来有点累，真累，牙酸啊。啊，终于吃完了啊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胖老板呢，你还是挺实惠的，对，挺顶胃的。嗯，味道嘛是确实不错，嗯，反正不输肯德基、麦当劳吧。缺点嘛也有，就是有点硬啊。对，比较训练你的咬合肌啊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到此结束了啊，小伙伴，如果喜欢，不忘给我们点赞、三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